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分享的亲子频道。今天给小朋友们讲的睡前故事是《从小爱科学，有趣的物理》。哗啦哗啦，力量大，浮力。爸爸妈妈、妹妹和我一起去河边玩，我和妹妹把鹅卵石扑通扑通地扔进水里，把用木头和泥土做的小船放在水面上。我们还用空塑料瓶打水仗，我把空塑料瓶往水里摁，但它却不怎么容易沉到水里去。我非常用力地往下摁塑料瓶，但它还是会浮上来。我觉得好像是水在把塑料瓶往上推。爸爸说，这是因为有浮力，水将塑料瓶往上推的力量是浮力。听说所有进入水里的物体都会受到水推动它的力。沉重的船能浮在水面上也是因为浮力的作用。比起船往下沉的力量，水往上推的力量更大，因为船就能浮在水面上。不管什么样的物体要浮在水面上，水往上推的浮力都要比物体本身往下沉的力量大才行。哗啦啦，呼噜噜，我们用水杯玩了小船的游戏。妹妹用水往杯子里泼水，当杯子里的水慢慢往上涨的时候，杯子就会渐渐变重，慢慢地往水里沉。不过杯子始终没有沉下去，还是悠悠地漂浮在水面上。杯子已经变重了，为什么没有沉下去呢？因为浮力也跟着变大了。杯子里的水少，杯子很轻，因此杯身只有一小部分进入了水面下。因为杯子只有一小部分在水面下，所以浮力也很小。杯子里的水变多了，杯子变重，所以杯身进入水面下的部分也增多了。因为杯子进入水面下的部分增多，所以浮力也变大了。怎样做才能让浮力变大呢？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变重的水杯，与一开始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当水杯还有更多的部分沉入水中时，浮力也随之变大了。这里就隐藏着浮力的秘密，沉入水里的部分越多，浮力就越大。船为什么会浮起来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虽然铁块往下沉，但是用铁铸造的船却能浮在水面上。当削薄的铁块被铸成船浮在水面时，会比铁块本身浮在水面时沉在水下的部分多。正因为受到了更大的浮力，所以船才不会下沉。如果在船上载了很多沉重的行李的话，船会下沉的更多，浮力也会更大。但是如果承载了太多的行李，船终究还是会沉入水底的。若将塑料瓶装满水，并把瓶盖盖上，再将瓶子放在水里，你会发现虽然塑料瓶浮着，但几乎整个瓶身都沉入水面下。若只留一点点水在瓶子里，依然把瓶盖盖上，然后再将瓶子放在水里，这时塑料瓶就几乎全部浮在水面上。因为瓶里除了有一点点水外，其余的部分都被空气填满了，瓶子重量变轻，所以能浮在水面上。潜水艇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。潜水艇里有个叫亚载水舱的东西，在亚载水舱里放满空气的话，潜水艇重量轻，于是便能漂浮在水面上。相反，若是在压在水舱里放满水的话，潜水艇就会变重，于是就会下沉到水里去。不光是船和潜水艇浮在水面上，生存的植物也利用了浮力的作用。水葫芦是长在池塘里的一种草，到八九月份的时候会开出好看的浅蓝色的花。水葫芦上
挂了一个可以浮在水面上的气囊，这个气囊实际上叫叶柄，叶柄卷成了球的模样，球中间充满了空气，从而使水葫芦浮在水面上。就是这样的，把气囊分成两半，就可以看到气囊里很多能进入空气的小洞。我们能游泳也是因为浮力的作用，因为有浮力，我们的身体才能浮在水面上，在海水里比河水里更容易浮起来，那是因为海水的浮力更大，比起在清水里，物体在盐水和糖水里更容易浮起来，那是因为盐水和糖水的浮力更大。我来到河边捉小螃蟹，大大小小的石头都翻开看，水里面的石头翻开看了，水外面的石头也翻开看了，还是找不到小螃蟹。不过我倒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水外面的大石头很沉，翻起来很费劲儿，水里的大石头比较轻，翻起来比较轻松。这是为什么呢？爸爸说，这是因为浮力，因为有浮力的帮忙，我才能轻松地将水里的大石头翻起来。体重超过大象十倍的鲸鱼能在水中轻巧地翻动自己的身体，这是因为有浮力的关系，就像在水里能将沉重的石头轻松地翻起来一样，即使是又大又重的鲸鱼也能很轻巧地在水里翻跟头，但是在水的外面，因为没有了浮力，鲸鱼要翻动身体就比较困难了。天气渐渐变热了，人们在游泳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浮在水面上，小船还和救生圈浮在水面上，塑料瓶几乎淹没在水里但仍然浮着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水有着推动向上的浮力。我们还想知道更多物体和浮力、体积、浮力、密度，发现浮力的阿基米德，物体沉入水中的体积大小是由其密度决定的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的睡前故事就讲完了，小朋友们晚安。